你这回咋了？啊？不知道。家里又没人。家没人也想走。你走，你回家谁给你做饭呀？哎呀，我都吃，我都饿死了。你现在你又不会开煤气，啥都不会开，你都多少年没做过饭了？我不会上馆子里吃。哎呦，咱家发大水了，咱还住六楼，馆子现在都淹了。那大五千院子都干了。不能走，给我搁这住半月，中不中？像孩子一样，给我奶奶找的电视，她喜欢看《白鹿原》，她以前从早看到黑，她现在也不看了，以前的电视剧她都不看了，啥也看不下去，就天天嚷嚷着要走。看奶奶眼睛里满含泪水，咋了呀？咋了呀？咋又哭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想起来啥不开心的了呢？你咋突然想俺爸了呀？我天天都想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深圳找他去吧。不去。那我叫他回来看你。哎爸，俺奶不想回郑州，他非要回老家，他说他想你了，然后说着说着搁这哭了。奶呀，啊，你咋了？啊？我是不来电。你给他说，我给他说他不听。我再过半个月我都回去了，回去带你们进去旅游去好吧。嗯。去云南。俺奶激动。山东半岛都去了。这回去云南呢，去大理呀，去那个叫小格力了啊，去丽江啊，那边凉快啊。一个山东的城市都去了，济南那老城建设的可好。他听见了，他笑了。好，挂了啊。来，俺爸再过半个月回来，你等他不等？给哪等啊？你不走了？他回来了，看看你他闺女。啊，高兴了是不是？看俺奶奶高兴的，浑身乱颤，激动的发抖。哎，这就是个孩子。奶，以前你照顾我，现在我照顾你，你比我还难照顾嘞。我小时候多省事，你看你现在多不省事，太调皮了，太任性了。还打我。